主妇生活。Hello。听得到吗？很绵密耶，听得到的声音吗？主妇生活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久不见，我是吴爸。那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新年希望？对哦，说到这里，我是有一个东西还蛮想要的。我刚刚在看书前，我有去煮一杯咖啡，可是那个咖啡机就是我们之前买的那个，它不知道是锅炉好像有点故障，还是坏掉，还是怎么样？那个前几次咖啡就一直榨不出来。然后后来我有把它的那个水蒸气的喷嘴打开，那个也是弄不出蒸汽的，就是一直流水这样子。所以我想说2021年不知道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够有一台新的这个咖啡机，如果有的话会很好这样子。那你跟我一起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可以怎样？就是搞不好你的愿望就可以达成。真的吗？对。神奇哦，这是什么？这真的是咖啡机吗？你开开看啊！好好好哦。如果是的话，也太厉害了吧！我是一个很喜欢咖啡的人，我早上起来一定要喝一杯咖啡，我睡觉之前也要喝一杯咖啡，或者说甚至在睡觉做梦的时候说出了梦话都是咖啡咖啡咖啡。咖啡咖啡哇，这是什么？哦，是他的那个充足饼，那个咖啡的那个。好，这是重点，重点在里面。哦，上面写的都是韩文诶，这是韩国的牌子。对呀、啊。看起来蛮厉害的哦。看你有没有喝完变韩国欧巴。这感觉厉害哎！这个包装我很喜欢哎。哦，这个品项是 Yurka Classic。哦，里面有一个 ULKA 的马达，这意式咖啡机用马达还是邦普，我不知道，反正有一个 ULKA 的这个配件在里面，它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motor 制造商哎，然后是意大利的这个工厂，厉害。虽然是韩国的品牌，但是它有用到。意大利的零组件的样子，说明书。好。好看耶，银色的耶，这配色很棒，好漂亮哦，而且很轻耶，
好有质感哦。而且它后面装水的地方是有点雾面雾面的感觉。哦，对，我们现在是透明的。对，这水箱还蛮大的感觉。雾面的好有质感哦。它后面有这个咖啡的，那叫什么滤杯跟勺子。好，水箱。上面这应该是热杯架哦，所以它一样有热杯的功能呢。就是，这可以拆掉吗？可以，耶，漂亮。好，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还没有看说明书，如果讲错的话，不要责怪我。它的界面其实就像你们看到的，也非常的简单，我喜欢这种简单的感觉。它上面只有三个按钮跟一个旋钮，那这个旋钮应该是控制右侧这个喷蒸汽的大小量。它是旋钮的，我们上一台是它是固定旋钮的，还不错，对，可以调气流的这个大小。因为之前的那个是只有一段，它只有一段而已，跟关而已，对啊，所以有这个可以控制大小的设计还蛮不错的，跟真正的那种咖啡机、意式咖啡机几乎是一样。那左侧就只有三个按钮，那要怎么样测试这个机器好不好用呢？就是直接来泡一杯看看，我来看看。那我们已经快速的把这个 Osner 的咖啡机架好在书房了，后面的水箱已经装了水。那刚刚就是对前面这三个开关有疑问嘛，现在有稍微测试了一下，大概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第一个最上面他画了一个咖啡杯跟的电源的开关，那个就是电源的开关，所以最上面这个按钮按下去它会开机。那中间这个他有画一个咖啡杯的，是煮咖啡的按钮，所以按下去的时候水就会经过里面的这个那个锅炉啦等等的管线从这边留下来。那我们刚刚已经稍微花了大概两三分钟让他把这个水泡了一遍，是 OK 的。最下面这个按钮应该就是按蒸汽的，哦，那我们还没有测试到那个地方。那它的配件包里面呢，有附这个舀咖啡粉的这个勺子，那还有一只这个冲煮柄，刚刚也洗过了，这是短的。那有另外一只冲煮柄，它有附在上面。这个冲煮柄比较长，然后它的杯体比较深，因为这个是拿来做那个胶囊咖啡的，所以很神奇，现在连胶囊咖啡跟意式咖啡它都可以弄在一起。你把胶囊放在下面，它们有刺，可以把那个胶囊刺破，然后转上去，装在你的冲煮柄里面，然后胶囊咖啡就可以用这个很可爱的意式咖啡机做出来，我是觉得还蛮酷的啦。先不会使用，我们先用一般的这个冲煮柄，它柄比较短，那个胶囊的比较长一点点。那包装里面还有三个这个咖啡的滤杯，然后有一杯份、两杯份跟一个这个上面写着 pod 的这个，我不太确定 pod 是什么。那因为我现在只要煮一个人份的，所以待会呢就会用这个 one cup 的量来煮。材料的话，这边我们准备了一个咖啡杯、咖啡粉，我们现在就来泡看看吧。敲咖啡渣的时候用的，好，先不用，就这样上去了。哦，这个手感还不错哎，我们之前的那个咖啡机，它动不容易对，然后你对上去之后要锁，它有一种很难锁的感觉，但是这个不会，它锁上去很顺哎。来喽，杯子放在正下方，中间的按钮按下去。这个锅炉听说有20 bar， 所以它的压力是够的。这样小小的一杯 espresso 就做完了，你们看一下上面那个油脂那个 crema， 很漂亮呢。我知道透过 YouTube 你闻不到味道，但是现在这个房间都是咖啡香，非常非常厉害。嗯，喝起来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感觉，跟之前的咖啡机，因为之前咖啡机的那个
锅炉的 bar 数，它的压力比较小，这台是20。可是咖啡弄出来，首先它喝起来的味道有一点点不一样。之前那个喝起来会比较苦，那这个压力比较大，它的苦味还是在，但是喝起来比较柔顺一点点，而且那个油咖啡的油脂那个 crema， 我觉得变得比较滑顺，在你的吞下去喉咙那瞬间，会从你的两侧这样子慢慢渗到喉咙深处，还不错，蛮苦的。我们看一下咖啡粉长怎样。哦，之前的那个咖啡机有一个问题，不是这台，之前那台，就是当我把咖啡榨完，这个杯子取下来的时候，里面的咖啡残渣都还会有水。那这个不会，这个出来就是很 OK 的咖啡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优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可能跟那个锅炉的压力数、bar 数有关系吧。那这 espresso 做好了，我们家现在因为没有牛奶，但是也想要测试看看这个 steamer 这个打奶泡的水蒸气到底强不强，好不好用。好，所以我们就用钢杯里面装水来测试看看它的这个气量。因为之前那台把它开到喷蒸汽的时候，还要让它预热，预热完之后，它刚开始会先打热水出来，然后要过大概40秒钟，那个热水才会慢慢变成水蒸气。那我们来看看这台有没有比较厉害一点点。那我应该要先按这个喽。好，现在应该是已经切换成功了，试试看看喽。好酷哦！它马上欸，对，跟大家报告一下，刚刚旋钮旋开，其实蒸汽就马上出来了，只是我一刚开始开太小，所以它是热水。现在马上蒸汽，这连40秒都不到。那我们来打看看，看它的强度如何喽。有在泡咖啡的就知道，光听声音就知道这个很强。它旋转的速度就不一样了，光听声音应该也听得出来吧。而且旋钮的那个弯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哦。我觉得可以。那详细的如果有什么没有讲到的话，到时候舞台会再补充。现在已经凌晨3点多了，我去睡觉了。那新年快乐！谢谢吴太买的咖啡机，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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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话一句，咖啡并不在漂不漂亮，而是它好不好喝。这杯还是很好喝，还是没有进步。好，慢慢来。